这个滚有天分吧？有。哈哈，你一直都没死啊？怎么没死啊？在干嘛？哎、欸，上面有花令哎、欸，是花令本人吗？你们好，可以找我玩哟。他妈的，太敷衍了吧！领哥，人家录一分钟，你录四秒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找领哥，不要被人出来。我们先改名，我们先改名。花领这个人吼，我跟他也是有认识的哦、喔。听说他的脾气是很差的。我跟你讲，等等我就点他，然后呢，戳到烂，我们直接把他戳到烂。我们看看会不会爆气。我改个龙哥啦，好不好？哎呦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领哥就是怎么样？人狠话不多啊，连我们领哥这种大神都在这个地方 ，Lita 陪玩不只是游戏陪玩，还可以在上面找到老朋友。各位，我龙哥啊，好好好，随便，你的声音实在是太耳熟了，是吗？很多人都这样讲，市场音吧，领哥声音就是装出来的，怎么可能？你继续说啊，你继续说话，我看我唱不唱得出来啊。是啊，我昨天抽五包烟呢、啊，今天胸口不太舒服啊。好了，别装了啦，好了啦。干你，那太难了啦，不可能啊。我身体不太舒服、啊。欢迎来到传说对决。白痴，你呢？你的粉丝密我 IG 了啊？怎么可能？白目哦、喔！上次的姐姐也跟我这样玩，还也是粉丝密我 IG， 我才认出来的。欺负我的人都成了。那我人不是没了吗？那怎么演得下去？那你现在是玩比你知道搞我心态的意思？我本来要搞你，本来我要搞你心态啊！不是啊，怎么选择角色？我搞你心态耶！啊，怎么变这样？选认出你啊，这可以搞我心态啊！你在这个陪玩做很久了吗？一个月吧。啊，你的单量好吗？对，还不错，这边还不错，这边很便宜，对买家来讲，真的、喔。所以你已经赚到手软就对了啦。怎么可能啊？没有你那么。啊？怎么会？哦、你这个走位这么细节哦，打 B 牌又那么认真哦。没有啊。怎么那么猛？走啊，滚进去走啊！你是回捅我，操！我单杀他好不好？哪需要你？妈的，浪费我的钱，害我还特别去改名。哦哦。空我，空我。没有吃，没有吃，再见。我没技能，没办法。没死。我刚刚去约了一个小姐姐啊。好玩吗？好玩啊！那不肯定好玩的吗？他正吗？哇塞，这照片能不正吗？照片都不正的，那本人能看吗？冲我！冲我！冲我！料理他！料理他！没有招，没有招，等一下。OK。哎、欸，我皮皮是有点天分呐、啊。没有。不是啊，陪玩师不是要鼓励、
鼓励那个客人吗？有啊，要啊，这是陪玩师的工作不是吗？这是女生的工作。刚刚那个小姐姐都会鼓励我哎、欸，那是女生的工作，不是男生的工作。你负责的是什么？带我上分是不是？对啊。力道陪玩是怎么抽啊？一场抽几趴、啊？没有去了解他，反正你就是乱转就对了啦，不重要啦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是干嘛？这个滚有天分吧？有，哈哈哈！你一直都没死，啊，怎么没死啊？在干嘛？那你们下一季怎么说？好像他们要去打亚运吧？好像是，我也不太清楚哎。那你不打？我不打、啊。没有你怎么赢？我也要去做陪玩呢、啊。那没有你怎么赢呢？我哪有？你可以让他们下陪玩帮你打比赛啊。哇，那你怎么那么聪明？我怎么没想过？结果那马家乱躲还可以追肥，结果被追。哈熊猫没，熊猫没，刚刚对对线也可以追。哎、欸，我来存超级士兵好了，存一波。这吃的还是有点难度的哎、欸。没有啊，那现在就改那么烂。现在很烂是不是？嗯。滚过去，滚过去，冲我！哈哈哈哈！好了，九只的时候我们一起上了，好不好？这边哎，完了，漏了。先不要听的，还没听。哎、欸，好难哦、喔！皮皮怎么那么难啊？好，来这波。OK。OK。GG。好啦，那我们改天再约了，改天再约了。感谢领哥相陪啊，领哥我给你五星好评啊，领哥。肯定的。肯定是五星好评啊。必须。拜拜，拜拜。哦，白目哦，被人家告密啦！我觉得我刚装的蛮像的啊。这声音不像抽五包烟吗？不像吗？不像抽五包烟的感觉吗？有吧？有像吧？有吧？啊？不可能被认出来啊！不可能啊！